视频开始之前呢，还是友情提醒一下各位哈，这是我7:40到缆车底下排队的情况，我差不多前面有30-40个人吧。这个呢是我朋友8:05啊排队的情况，至少一个半小时排双山吧，所以说大家这个了解一下哈。You should, what you should do is create like a ticket, right? Yeah, Hello. I create ticket. Okay, 今天终于划上我的单板了哈，有段时间没划了哈。今天单板我穿了少了一件衣服，因为我知道单板划起来还是非常费力的哈。Okay, 今天看一下我们的外面的风景。哇。You changed SLX twice. That's you've already made your money. 今天呢，我们还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哈。First time like China. 雪镜。This one job. Yeah. 大家如果说看这个正面，没有什么感想的话，看一下这个标啊。对。大家应该知道我这副雪镜多少钱吧？送两个镜片，然后。再加 Cypress 打折的话，差不多是500块钱，200块钱，待会儿200加币，对，还是我觉得还算是一个中端的这个雪镜嘛。大家猜一下这个雪镜多少钱？150。这个雪镜呢，它是跟 POC 雪镜合作的。其实跟 POC 雪镜，我看一下 detail 的话，大家看一下哈，没有区别哈，没有什么区别，150吧。10个150，10个160是不是？10个160，想买的朋友联系我一下哈，我给你买个 POC， 然后旁边秀个雕啊，绝对一样。呜呼耶！看看今天这个雪况。为什么要早点上来滑雪？看看我压的印子，看看我前面的雪，无人粉啊，太爽了！来，大家了解一下圣诞假期，10点钟应该是 Blackcomb 最忙的一个缆车 ，Jersey Cream 排队的情况。Glacier 完全没有人，我去，真的，虽然说自己过得很爽啊，但是有点小惋惜哈，这个今年啊粉都被我刷走了，对不起大家。哇，看看我接的景，Oh my god， 跟昨天那个飓风就完全不一样了，太帅了，太美了，哇！
没有比这更好的一天，来滑一滑 double black。OK， 单板其实滑 double black 我还是有点怂的。OK， 大家推举我第一个上。Peter， let's go。哎 ，Where are you going？ OK， three, two。Oh my god， man！哇！会超会超！直升机滑雪不过如此，直升机滑雪不过如此！啊操！牛逼！牛逼！爽！呼！